柔城滨海公路旁这栋圆顶白色建筑相当醒目，屋主就是他，有阿拉伯王称号的林昭文，2006年耗资3亿建了这栋阿拉伯宫，海天一色，风景美不胜收。不过现在却传出要以33亿台币求售。内底员工啊，非常的水吼，啊有两栋，一栋白宫，啊一栋是一个中国式的一个建筑吼。占地3600平，里头装潢极尽奢华，庭院有金光闪闪的骆驼商队，内部还有金龙喷水池以及象牙座的天庭楼阁，各式各样的古董家具市价粗估至少上亿元。但阿拉伯宫落成至今，林昭文一家人只一起住过一天，每个月却要花上高额费用维护。传出高龄82岁的林昭文想卖阿拉伯宫换取现金入袋。有意要来出售来讲吼，我感觉是嘛是一个好代志啊。无定买去的人啊，就安尼开始会当开放给民众啊入来去参观。但要卖似乎也没那么容易，虽然景观远眺龟山岛，不过海风吹拂侵蚀，维护上得费不少心力。加上地处偏僻，尽管建筑本身造价高达3亿元，不过开价33亿要卖，恐怕还是跟市场行情有落差。买主来讲，啊，要从这个所在做一个较开放的方式，希望观光的所在吼，嘛是真好啊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已经有几位买家陆续接触过，不过在售价上谈不拢，目前产权仍在林昭文手上，也让人好奇接下来会是哪位有缘人能成为阿拉伯宫的新主人。三立新闻黄国瑞、陈子阳、宜兰报道。